等一下我们过马路之后，过去过马路，然后我们一路走。第一个集结点是要去过土城啊，过土城要到圣山去，对对对 ，OK。可是在之前会有好几个转弯，大家要注意一下。好，我们第一个方向是往三峡。没有关系，我是陪骑的。今天大家都陪骑，休闲骑。OK， 好，如果没有的话，至少跟自己的好朋友在一起啊，不要相差太远。然后有什么问题就靠我，好不好？这样可以吗？可以吗？那我想我准备拍大团体照 ，OK 吗？自己找空位哦。塞得进去吗？哎，我到前面去插一卡。怎么样啊？进去啊！我带入。还要继续。还没。哦。谁呀？
听讲，哎，不是啦，我刚刚在试打你呀，不好意思，练姐，哈哈哈，拍谁？拜拜。镜头歪掉了。
不打方向灯，打好危险哦。你怎么到了？